学生姐们吃饭了啊，大家都说最近二姐没有更新作品，都吃不下饭了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二姐更新作品。姐们最主要是怎么样呢？我不是说我不想更新作品啊，是因为农村没有什么菜，就是让你们看起来感觉到很那个一样了，所以好多人说二姐吃的太差了，说我在敷衍工作。姐们真的，因为现在农村嘛，这段时间都是农忙季节，也没有什么大菜，就比如说像青菜啊，这个季节除了南瓜藤，然后没有其他的。你看妈妈昨天弟弟的女朋友来了，我妈妈都是推了这个磨了这个看到没有，豆花酸豆角的话是咱们自己做的嘛，大头菜是我们自己家乡的，就是这些特色，还有茄子还有苦瓜，只有这些菜，所以说感觉到有点上不了台面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在这里臭美一下。还有跟你们说一下，姐妹，我的眼睛啊，我没有割过双眼皮，我没有动过任何地方，除了动哪里，就是除了我生两个孩子是剖腹产的，就动了那个口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。所以好多姐妹说二姐的割了双眼皮，等哪一天二姐真的割了双眼皮了，那二姐流产了，二姐不想割双眼皮，二姐想去拉皮，有没有免费可以拉皮的？